用一张海报测试你的设计力等级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谐音梗，一张好看的带货海报，你是被营销的目标用户。现在比较流行的设计，有点乱，不知道怎么评价。你是设计师新手，追随设计趋势。重点信息突出，渐变对比色，用了无衬线黑体，标注了 logo。你是执行设计师，追求设计技法。一张3:4的互联网运营海报，三个信息层级，主标题、副文本、背景图。你是设计主管，关注设计对信息传达的作用。72PT 的标题字 ,1.6px 的字间距 ,105% 的行间距，你是海报的设计师本尊吧。同样的东西，你和设计师看到的并不一样，但在设计师和设计师的眼中也是不一样的。拥有精确到一个像素力的能力，决定了你是 P5 还是 P9。如果你工作了3年，至今没有在设计文件中调整过网格、分栏、计算过字号的比例数值，你可能真的还会听到一张海报100块下午要。设计师的能力也能通过简单的观察与评价就分出差异。我们常说的审美，重点就在于审。什么是审？怎么审？让我们从头开始。在上面输入一段文字。通常这个尺寸的海报，字号没有上限，你甚至可以将它调整到这么大，以作为视觉辅助元素，但最小控制为 12px， 确保在任何手机上都能看清。设计师要干什么呢？调整字与字之间的空白，行与行之间的空白，让文字保持适当的疏密关系与呼吸感。行间距通常大于字间距，明确阅读顺序，适配用户的阅读习惯。加一行标题。在设置字体大小时，有一个常用的方法，使用两倍或减半的方法。比如正文是15号字体，标题可以使用30号。其他如果需要夸张或者渲染的字体，可以采用3倍、4倍大的字体。等比增大缩小是成功关键。加入英文标题，专业的设计师会将自己常用的几套字体搭配熟记于心。如果你对你的字库不够了解，选字体还要一个一个换着试，麻烦使用软件辅助自己。如果你对字体关系没有足够的自信，使用一种中英文通用的字体，如平方、思源或同一类别的字体，绝不会出错。构建网格系统，根据你的分栏调整文字内容的位置，最后拖进一张图片，只要在网格系统内，放哪儿都成立。好看吗？还行吧，信息很清晰，我能看懂他在说什么。那加上这些呢？还不错。字句、行距、层级、字体，熟悉吗？审来审去，讲的就是设计入门时学的排版，只是你没有学会，当然你可能也没学。怎么判断我会审了呢？用最基础的排版语言，向你的朋友描述这张海报。当你每次关注到一个新的 point， 它就会不自觉地体现在你的设计中。多看点设计，你就会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想要知道你身边的设计师水平怎么样，要作品集太私密，不妨直接问问他，你觉得这张海报怎么样啊？